街头被殴，掟炸弹还击，跛汗误伤六途人。整土制炸弹，材料最紧要够草根，面包得，胶樽可以啊，玻璃樽都冇问题。广东湛江有两个男人追住另一个男人，双方追到一个街市前面，两个男人截住对方之后就起势咁打佢。被打嘅男人突然攞出个玻璃樽，然后掟落地下。有六个途人就被碎片击伤，三个男人在混乱之中逃走了，警方还调查紧事件的起因。